太热了，我们那会儿刚跳完啥下来，够了吧？最后一首都已经热的不行了，累的不行了。哎呦哎呦哎呦，胡哥，好久没有跟你配合了，你被掉了。没有，我跟他配合，那是我们两个这两头，我们是之前是这样。不，你刚刚那个小手指，手指泡。有呀，是怎么回事？小针干嘛呀？真的。啊，他怎么突然这么青春阳光？你们知不知道要跟歌曲匹配啊？刘志野的发型，跳最温柔的舞蹈。不习惯啊，不习惯啊。十二还是这么唱好听啊？对，真的，情歌版十二。哎，那天也是我们第一次合吧？这个想法是彩排的时候出来的。对对对，直接不用伴奏了。对啊，果然，我们的默契和家人和朋友一样。